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六刺激边谷的寒松元神分辨反向好物谈。6月27日一更，活动攻略究极深藏的热窝，巨人清澈的崩破，顺便激勇的电弧，过在极化的传导，灰豆颓坏的冰人刺激边谷的寒松元神 4.7。好，这边火都逼六关来，带上两个释用诀，然后带上你的林尼特，带上你的凯亚，来开始。这边也是打冻结。这边首先我们开始，好，灵人来开个大，凯亚开个大，夏洛第一技能，灵人一技能，这夏洛第一技能，夏洛迪开大，凯亚一技能，进灵人一技能。摆的好姿势，安息吧。抱歉啊，这扩，这老实点，扩，爆炸新闻，苍流水影，这神力流。水用，嘿，看，嚯，耶，嘿，嘿，对了，这刹那，僵死你呗，请天这边，呵，剑影，呵，哦，对了，对了，嘿，对了，笑一笑。这个如何？秋水三尺，夏洛蒂会，快冻结吧！不，爷，看一卷把戏，嘿嘿，老实点，爷，苍流水影。抱歉啊，魔术开场，耶，克，耶，在这里，这个如何？摆个好姿势，爆炸吸我，看，安息吧，哎，老实点，一点把戏，看心疼，哎，惊喜，这刹那，僵死你，好了，搞定。